生死斗，今晚你选谁？其实他真的还蛮帅的，对呀，很可爱，而且我保证，我觉得他应该可以连做三个。什么时候要跟你女朋友分手？你选吗？我会选那个李彦廷。哎呦！这是 Q 版的。欢迎收看《小明星大跟班》。这一集应该算是为我们妇女同胞谋福利。是。哎呀，不得了了！后面还有他们，后面还有10位美女。听说都是帅哥来的，是的，因为其实啊，我们在路上常看到，哎，那个人好像那谁，那个人好像那个谁。今天我们就请来了非常有名的5位超级明星艺人。厉害，那该不会又是什么内湖王阳明什么？没，那个大家都已经肉搜过了。泸州汤姆克鲁斯。泸州有汤姆克鲁斯哦。你没有看我金钟奖里面，我就讲南港刘德华，等下黄登辉就出来了。但是今天呢，他们5位是还没有，他们6位是还没有被肉搜过的哦，而且新鲜的每一位都。你跟这女几个女生讲话不是这样？怎么样？他们6位都是限量的。限量是太好了，今天都是你们的菜就对了。对对对，我们直接就来揭晓第一位，那个长得像周渝民的，他叫平科大，屏东的平科大学周渝民。我们看看他的照片有多像。先看照片，后看本人，好吧？有点期待，真的有像吗？周渝民照片，一二三，哎，不输哎，好像哦，很像。原住民版本的，有可能哦，对对，他有一点像王洪恩，对，各位，深邃的五官类似，蛮类似的，天堂到地狱，对，但是照片，照片不误，平科大周渝民先生，哎，嗨，你好，嘿，你好，没有，蛮搞笑，请问一下，你自己觉得你跟他相似度有80%多少？80%，哇，所以很近。那能不能聊一聊那20%？是哪里不像？身高吧，还有一些身材啊。身高怎么了？身高比较矮小。这么小？但是没有，但是有些跟我感觉他声音也很像，也很害羞，有点害羞，沉默沉默，腼腆的感觉。哎，但同学啊，直接给你一个昵称，就真的叫仔仔吗？哎，大学的时候是。对。会不会这个人，然后一到新的学校考上了？对，到时候新的学校进门的时候就边走，陪你去流星雨，我在这地球上。哇塞！好，直接来看他的真面目了啊！科大周渝民，1、2、3。谢哥好，谁？怎么？太小了，没礼貌，不能过来，不能过来，过来会破功。两个姐姐太过分。你多久没洗头了？这个这是真头发吗？真发，假发。你干嘛戴假发来啦？好 ，OK， 我们承认这是 Q 版的。你也差太多了，你是人形公仔哎。但是那我好好来访问。但是有像眉毛画的很像哎。那么离开 Circus 之后，啊，不是医生啊。但他竟然就是网络上啊，因为他的大头照太像周渝民了。你是不是因为这样交了很多网友？就是看照片啊，然后那人家如果说要见面呢，怎么办？我一开始会先跟他聊个几句，聊几句，然后看他是不是那种危险的人，好不好骗的？是不是危险？等一下，那你本来应该也没有那么像，可是因为大家说你像，所以你会去特别去看仔仔演的戏，对不对？你会去学跟模仿他的表情，对不对？我不会去学，可是我会去就是看他的电影啊之类的。哦，但是他的眼睛真的很漂亮，对，他的眼睛很像。来，过来给姐姐们看一下。哦哦哦，看，哎，不能摸，摸要加钱。真的吗？摸要加钱。摸要加
剪，他的睫毛是那种天然长长的细细的这样子，而且我要加钱啦，而且是那种上下比较有空间，像眉毛跟眼睛看很像哎，我的睫毛写的跨高哟，后拿回来回来回来，小心小心小心那边的姐姐们，重点他好瘦，太单薄了一点，对，太小，你几公斤？你几公斤？我50公斤，他是你的一样。我想要变壮一点，他比我瘦哎，所以你想要练吃肉一点。其实小小的短小精干呐，也是啊，矮有矮的好处，什么好处？什么好处？我这几十年来都没有找到。你告诉我矮矮的好处，空气比较新鲜。空气比较新鲜，哪有？这高处太高了，高处矮的好处是啊。空气冷气会比较凉，当然有才华咯，有有才艺的，因为今天他长得像周瑜，后面赵又廷又来挑战，一个要比一个强，我是要唱流星雨，真的耶，真的，考上流星雨，你去看流星雨，来，今天日本现场仔仔带来的流星雨。有点像哎，妖孽很像，侧面。为你布置一片天空，不知你难过，地地摆平寂寞。哇！梦想的重量全部都交给我，牵你手，跟着我走，风再大又怎样？像不像周渝民？请举牌。好，哎，只有你严谨，你怎么来？上面有三个叉，严谨一票，为什么呢？没有，我觉得因为呢，如果要像一个人，整体要比较一致一点，好不好？恭喜，可以做一下那个。对对对，你目前还蛮高分的哦，冠军宝座，哎，欢迎你一起坐。挥手挥手挥手，被淹没了，唱流行是怎样？他是怎样升上去？是不是？深邃的五官加上忧郁的气息，究竟 Q 版的周渝民仔仔能否顺利卫冕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来看一下我们的赵又廷，他是台北的北科大赵又廷。哦，平科大对上北科大，来啦，赵又廷。比较壮一点，比较壮，比较拐一点，他的胸部。那女生看到比较壮是可以接受，可以，后面 muscle 有点，好像已经在后面了。我先了解第一道问题，我也想知道。赵又廷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哎呦，哎，讲话也还算，身高多少？177，177。177，176，177，真的，比起高了，很高，177 OK 可以接受 ，OK 的，好 man 哦。你们选择男朋友有考虑身高的问题？他们都个儿高，一定考虑，一定要比自己高啊！每一位都很高，我就是最矮交过175。我那最矮交过175，他羞辱你吧，他羞辱你。你现在是在跟我捏我捏的，没有那个意思。最矮，没有，我最矮交过165哎，好，165到185都可以。可是你很高哎，而且你腿又细长，看我不穿高，干脆就不穿高跟鞋了。来，赵又廷访问一下吧。Hello， 赵又廷，你觉得你自己哪里最像？眼睛跟鼻子，是真的很像。你会不会一个不小心，真的就在校园里面靠着这张明星脸招摇撞骗？哎，我被误认说本尊啊，时常要签名跟合拍。哦，真的？超像哦。那
你签签名的时候，请问你是签赵又廷，还是你的本名谢坤博？还是你误会了？你刷完卡，人家要你签名，然后我签我的本名。结果你在学校不小心就爆红了，然后却因为这样，你有女朋友的事实不能说出来啊？为什么？太夸张吧？这样对包袱也太重了吧？为什么不能说？隐瞒自己有女朋友？怎么可以这样？太没良心了吧？不是隐瞒，是要低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还是你女朋友长得像高圆圆？他说公众人物相处的时候要低调一点，不能太高调。是他讲的，不是我说的。长得像那就算了，能够自我催眠，认为自己是公众人物，对，然后去看个电影，还要戴个口罩，好恶心啊！假鬼假怪这样。那你们现在还在一起吗？还在一起几年了？怎么会啊？三个月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该不会是那种还有自己开粉专业的人吧？有。哦，有粉丝专业。如果他走出来不像怎么办？退回去，就走回去。生气耶！你的那张很像的照片，你身上就是打扮成赵又廷的样子啊。对啊，痞子英雄，而且也是穿痞子英雄的衣服。你是有出席什么活动是不是？有代言广告。怎么会？代言呢？代言什么样的东西？运动鞋。来，咱们来看看你们心目中的赵又廷来了。北科大赵又廷，赵又廷到底能不能赢过翟珊呢？一二三，戴锦江、吴克群相似度破百，徐佳蔚惊为惊人。来看一下他的照片。好。是花痴吧，徐老师，这个不是像不像的问题，这是很帅的问题。不用等，就做你自己好了。能赢过翟珊呢？一二三。你把卡塞你，哇！装酷要装什么？昆明不服，可以耶！好像要装酷要装什么？昆明不服，可以耶！这种好笑，今天最好笑。没有，海棒有足臭之夫哦，对不对？喜好这有人喜欢哈密瓜，有人喜欢芒果。我觉得这已经可以，而且我保证，我觉得他应该可以连做三个。真的蛮像的，好像哦，但是他眼睛超像的。哎呀，这么像。对，有他还说金城武又像，我觉得他真的还蛮帅的，对呀，很可爱。你要看看另外一边，你看看另外一边，没有金城武，金城武那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，我看看，没有，还有像陈柏霖，哇，有啊，有陈柏霖的感觉，对，天哪，金城武，金城武，后面你们有点太浮夸。等一下，你什么时候要跟你女朋友分手？你什么？感情稳定吗？感情稳定，还有才艺有没有看到？表演什么？奥斯卡金像奖。金像奖哦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金钟奖最佳男演员得主就是赵又廷。谢谢各位朋友及评审的爱戴。另外，我也想跟一个对我最重要的人说谢谢，就是坐在我身旁那个人，他叫做周渝民，大家都知道他叫仔仔，他一直陪伴我九个月，帮助我拍出这部戏，一直对我很照顾，帮助我拥有现在的表现，我很感谢他。谢谢你，兄弟。好不诚恳。没了吗？没了。掌声鼓励。这是表演吗？什么状况？什么状况啊？等一下，来。对呀。好幽默。戏，我们就是要更浓一点。还给人家假哭。要更哭得更真诚一点。直接投票了啦。投票了。都忍不住了。
那么，如果你们觉得赵又廷能赢过仔仔的话，就举圈；不行的话，就举叉。请投票开始。圈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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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三个叉！恭喜挑战成功，登上卫冕者宝座。仔仔，麻烦到淘汰区。啊，那位置坐不久哎。除了赵又廷之外，还有金城武的影子，配上耐人寻味的演技，小金人的加持，能让他笑着到最后吗？在这里好可怜的感觉，太可怜了呀！你很适合哎，感觉你随时要发扑克牌来怎么样？好惨，这么可怜，厉害啦！接下来是淡江吴克群。刚才说吴克群本人是很帅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同一个飞机，我坐在后面还聊了一下，帅到爆！而且吴克群很会唱歌，哎，对，来看一下他的照片。好，哎，二三，哎，笑哎，有有有有有，我觉得比较像李佩旭吧？不不，他的嘴型像谁？你知道？谁？曾子瑜。钟汉良，钟汉良，哎，请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被人家说像吴克群的？在国三，哦，国三，到现在你都没有变吗？长大会长歪哦，有变，有越来越脸比较大一点。那你觉得？诚实可怕。那你自己有觉得越来越像吗？还是越来越不像了？就尽量克制自己脸的那个宽度，尽量让它瘦一点。怎么样？那你怎么克制？是睡前装在便当盒里这样子吧？没有，就是运动。哦，那你很高吗？因为吴克群很高哎，187。187。李严谨姐姐要问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。你喜欢外形的吗？健康的女生喜欢吗？健康，喜欢。你喜欢年纪比你大的吗？可以吧。你几岁？你几岁？你几岁？我24。哦，好年轻哦，太年轻，要差一轮了，还在读大学，有6岁而已啦。那你几岁以内都可以接受？5岁以内吧。啊，你差一点点，可以。差一岁而已，对，差25。哎，这样讲起来只有夏雨欣合格哎。对，我没有，我跟你一样大。客群啊，你这样不礼貌啊！嗨嗨，现场有大15岁以上。你在说谁啊？啊，宪哥，你在说谁？你不会看你旁边吗？不要太敏感，不要太敏感。OK 了，要要拉很高哦，才看得到。昆冰婆一直有压力哦，来喽。你是花痴吧？大学的教授直接出上来了。徐老师，这个不是像不像的问题，这是他很帅的问题。对，你根本不用想，你就做你自己好了，你很棒。而且皮肤好白哦。亲爱的，不受控。你多久没接触男人了？直接就扑上来，来 say hello。24岁，本人比较像。你真的很棒哎，谢谢。你脸完全不大哎。你有没有碰过那种陌生人也直接觉得哇，你好像这样子？你不觉得你好吗？大部分是就是攻击比较多。攻击？攻击就是调侃，就可能跑到你面前，然后就看着哎，不是啊，这样子走掉。对，这没有攻击啊，人家就是啊，你就不是啊，你攻击什么？会哎，他会攻击你啊，就是不是啊，你就跟他讲什么不是？有一个叫仔仔的更不像。他现在在淘汰区，很委屈。淘汰区就是很委屈。你的身高跟仔仔两个加起来，那仔仔不得了。来，姐姐们有没有什么话想问啊？你会唱歌吗？会唱歌吗？唱歌，我唱歌不好听，所以制作人叫我不要唱歌。那你才艺是什么？你才艺是什么？制作人叫你不要。人家是对嘴跳舞。跳舞，跳舞，跳舞。心会跳舞，这个跳舞个子高是不是跳起来不好看？对呀，要看他跳什么舞。如果他跳那种手的动作很多，就很像蜘蛛。我觉得他可能要跳 man 一点点。没有，你可以跳 sorry sorry 啊。等下就是跳，没有没有 sorry sorry。没有手，会耶，手会耶，这是一首嘛？你可以耶。等下是跳男佣。
奶油，吴克群的奶油，你要讲清楚，吴克群的奶油有另外一种职业，这是吴克群很有名的歌，女生很喜欢。注意哦，你的劲敌在那边哦，而且他已经拿着小金人在等你了。对呀，金钟奖哦，拿在手里，好加油，奶油来一下，来。奶油，奶油，奶油。内湖柯有伦趁机告白，林彦廷却无言以对。内湖柯有伦 ，Alan。很像，我在地球上只剩下这五个女生，而你又必须要选择一位作为传宗接代之用。那个李彦廷，哎呦，哎呦，为什么？他说等下可以多一票，没有办法抓，就为了多一票，好可爱哦！这个你这个啊，就人家买票你都买走了。出啊呢！187嘛，哎，是会跳的。厨师，哪一种的？哪一种的厨师？哪一家？你在哪个餐厅？哎，不是餐厅，那是什么？他快传死了。做厨艺教学互动，教学什么叫互动教学？就是哪里？一对一吗？一对多。那你最拿手是哪一个？最拿手目前应该是甜点。甜点厉害，会做甜点的男生很温柔。讲一个你最拿手的甜点。来来，最拿手吗？我觉得我目前做最好吃应该是达克瓦斯跟柠檬塔。柠檬塔。看一下你的手，厨师的手最漂亮，你过来看。没有，很多很多，就是手指切掉。手可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被手被切过是不是？没有，就是切掉一半。哎呦，真的假的？Oh my god！ 你看到这里，哇，太棒了！没有，你刚刚干嘛跳这个？大家过来过来，哎，你这个真的，哎，你们是怎么这么像才艺？那个亚马逊河，你们食人鱼呀？那就是你的才艺。但我跟你讲，他身上的疤就是他的勋章。对，真的太棒了！关键时刻，如果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女人已经被这五个女人毒害了，吃光光，剩下这五个，你只能选一个，你会选谁？夏雨欣。哎呦，你会跳舞吗？你知不知道我跟夏雨欣其实今天？是要选他的，你们可以尬舞吗？哎，对耶，雨欣也会跳舞，雨欣很会跳，可以吗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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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Go go， 两个一起哦，两个一起哦。哇！一起跳，一起跳，这有互动，有互动，互动的。哎呦！哎呦！哇！姐姐吃人呐！姐姐要吃人喽！下腰，下腰，下腰！哦！好，谢谢！哇！好可爱，好可爱！跟他一起跳舞的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他有点紧张，他可是就是很 gentleman， 他手都很安全。我以为是要 battle， 就突然靠得很近，我有点吓了。他没有，就笑你汗流成这样。男生跟女生没有在 battle， 对呀，怎么 battle 啊？对呀，啊，背不起来。不错，还蛮加分，喜欢吗？太厉害了，要配对了啦！来来来来，准备就来看了啊！到底这位吴克群能不能赢过我们的赵又廷呢？请举牌。只有两个，哎，其
奇怪的严谨，为什么？严谨，你又举叉，你家五个当中一定要有一个人说喜欢你，然后你才要选他。对，太私心了吧！恭喜挑战成功。麻烦赵又廷先生，请到我们的淘汰区。外表像吴克群，又会做甜点的陈以伟，靠着这两项巨大的优势，冠军会是他吗？哎，他们两个真的好幽默，被他被淘汰，而且还主动坐在第一排，有没有？对，仔仔还安慰他的。仔仔安慰赵又廷，超可爱哦！兄弟俩都挂，哎呦，柯有伦，柯有伦，这个有机会我管。man 男，看一下看一下啊，特质来了，哎，理人吧，理人，理理人，这不像柯有伦，哪有像？太帅了，柯有伦头发怎么很像一点？要皮肤很像张兆志啊，仔仔哦，内湖柯有伦 Alan， Hello， Hi， 哎，你听说太像柯有伦，连内湖柯有伦呐？对，那不就是你科吗？你打工的时候也有碰到一些麻烦，是不是？没有麻烦啊，就那时候小时候去打工的时候，就是那时候不是都有名牌嘛，然后他们就是那时候都有绰号，然后不知道叫什么，然后就说店长就说那不然就叫柯有伦这样子。哎呦，哦，所以你名牌真的就写柯有伦。自从取名字的方法在泰国也是这样。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没有吗？做好的时候，你就叫林青霞。对，这个都有的。那你觉得你很像柯有伦，有没有得到什么好处？不认识我的时候可以当一个话题。那你目前是还念书吗，还是怎么样？没有，在工作。工作，对，在哪里工作？现在自己在经营一个那个医美诊所。哎呦，你这个该不会是整出来的吧？医师吗？没有，还没。你是医生吗？还是院长？你是医生啊？你是经营者还是医生？就经营者。哦，哎呦，我懂了，我懂。你有没有曾经？医师又更加分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医生会。你有没有曾经想说，那反正我都蛮像了，不然我再动一点什么，让他更像这样子？是有想说动点什么，让不要这么像。所以有点是运动型的吗？要看那个季节。那你现在这个季节，我以为他说看剂量。哦，没有，这个事实上啊，就是说，本来是有那灰灰的，煮熟了以后就变红的。瞎子啊！来，直接来看一下我们的柯有伦。内湖柯有伦啊！三寨版王阳明现身，相似程度引发众怒。新竹王阳明，你的相似度大概有多少呢？百分之多少？90。90？等一下，你要为你自己说的话负责哦。王阳明，90%。哎哎哎！你说我，我刚刚就说你要为你自己说的话负责。没有，我觉得宪哥他是刘文聪。刘文聪不是王阳明，那是刘文聪。照片跟本人也没有，侧面很像，侧面不太热络哦。他这边够明显，好像。你几岁？你几岁？你几岁？28。哎，那因为他们就是比较成熟。对啊，我一边访问一边看到赵又廷跟仔仔一直看，觉得很好笑哎，因为这样远远看很像，很像，很怪的感觉哦。好，来来来，来让 Alan 没有问题，我们这边就要表演哦。好。真的哦，林，好现实。没有，我要问一下，我要问一下，都没什么问题。我想要问一下，你有没有想要割双眼皮？柯有伦就不是，对，柯有伦就想要不像，他不想像。我问一下，问一下，哦 ，OK。如果在地球上，只剩下这五个女生，而你又必须要选择一位，作为传宗接代之用。传宗接代的关键哦，我选那个李严谨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那你整个人要插上去，对呀，脚都已经颠起来了。为什么呢？想说等一下可以多一票。没有没有，双倍。就为了多一票。好可爱！
这个你这个啊，就人家买票你就买走了。歌唱完你就知道，来带来这首《林》，欢迎《林》又轮驾。你唱的不好，对不对？刚刚彩排是彩排蛮多次，有个人很不错，很不错。趁趁追击，对对对，那就直接投票了，直接投票了。好，吴克群坐在那里好紧张。等等，难呢。我是要以他像还是像，还说他以他是一个男人来投？没有没有，像，这些像你来选。你多久没有接近男人了？如果你觉得有比较像，就举圈；没有比吴克群像，就举叉。三二一，请举牌。他投你只得半票，你要听到了，你得到人家的肉体，然后还不给票，那边做不了了，对，要直接淘汰了啊！好，谢谢柯有伦，谢谢。哎呦，王阳明，很紧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天才，等一下出来，该不会是古人王阳明啊？不是那个啦，古人，号王阳明，号称什么台湾第一帅，合理吗？帅哎，合理。他身高高，身材又好，对，而且又有王阳明的气质，哎，你知道吗？什么都有。OK， 好，那直接来看看啊，来看一下他的照片，就知道像不像喽。哦，有一点像，会不会有点危险？有点侧脸照吗？好像有点危险。你们刚刚的表情让我觉得那个歌词是对，沉默也是一种回答。对，而且他这张是行车记录器拍的吧？没有没有，这是车窗外啊。好酷哦！被酒测的时候拍的。林姐，哎，要挑战王阳明真的不容易，真的，因为王阳明太帅了。而且其实他五官算长得还要有身高，对，要有身材，188，一点一点了解。访问一下新竹王阳明橘子先生，你好，你好，嗨，请，哎，你的相似度大概有多少呢？百分之多少？90，90，等一下，你要为你自己说的话负责。上吗？身高多少？180。哎呦，不错哎 ，OK 啦，180也 OK 啦。那你知道当时是你自己发现，还是你身边朋友跟你说？哎，你真的好像王阳明哦。身边的朋友，还有就是买饮料的时候会被哦会被说。哎，那你听说你最像王阳明的时候，竟然有女生倒追你？蛮多的。哦，多少多少？讲个数字出来吓吓大家。一次有20几个？怎么可能骗人啊？是一般国中生吗？就是一个班？对呀，一个班了，真的。就年纪也有小有大。哎呦，最小多小？最大多大？最小15岁。那最大呢？最大的28岁。天哪！你到底是不好意思，你老是夺眶而出。他说有小有大，对，有小有大。我以为他讲最大也讲个40几吗？你28算了。你不断问这个问题，然后不断被打枪，不断羞辱自己。等一下，那你自己几岁？你现在几岁？你20。他太小了，才20岁，太小了啦。好好好，我们直接看好了啦。对对对，看一下看一下，到底是王阳明90%。哎，橘子，我刚刚就说你要为你自己说的话负责。没有，我说我宪哥他是刘文聪，刘文聪不是王阳明，刘文聪，刘文聪不能惹他，不能惹他。你这杂狼一样啊！女生都爱漂亮，对不对？啊，是。你们五位注意，爱漂亮，她可以帮你们服务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是化妆师。你是担任什么工作？冰上业。你很奇怪。
太奇怪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又还没有走到那个没有到那个时候，我看错行了啦。等一下，那是下一位了，才是医美的啦。你现在20岁，然后你是殡葬业，所以你医美是刚刚那位啦。我15岁就出来工作。哎呦，哇，很强哎，自立自强。15岁，然后就是做殡葬业。对啊，那现在晚上也有在接夜店公关。哦，那因为你工作都是晚上。不是，这是一样的工作。他白天捡尸啊，晚上也捡尸。你们画一画跟你回家的，还是说画画会动的？哦，厉害，嚯！会动。我曾经有画到一个会有声音的。什么有声音？画到一半吗？没有，我帮他移动大体，然后抬起来，他就还有一口气。喂！要求我坐一下，我坐一下。你一下就死了。五位姐姐，我刚撇两滴出来。还会一声啊？没有，是还可能喉咙还有气。姐姐们，我想这一位你们该不会要求他有才艺表演吧？有，没关系，现场画大饼表演吗？王阳明有过什么样的作品呢？我其实可以模仿那个《角头》里面其中一个桥段。来，看他的表演啊！宪哥借我一下啊！我这块地我刚整合成功，半年后会是一片观光繁华夜观光夜市。以后瞄准的是。一批又一批的来观光团来消费，我需要的就是优秀人才来管理。你要不要加入？好吧，加入。只要你当上顶中角头老大，我有一句话在我心里面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说吧，你说，你说，我听。我没有看过《角头》这部电影。而且很突然的，蛮像的，蛮像他这个的时候有没有那个？对，他其实有把那气势演出来，有啦，其实有啦。我觉得你很耐看哎。最重要，最重要的问题来了。其实我比较喜欢年纪大。如果地球上，地球上，他对着曲老师说，全部的女人都没了，就剩这五位。他要选择了曲老师，注意听，曲老师。就剩这五位，你会选择？哪一位？徐家瑞老师。你要选？真的假的？我阿妈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。下面，走吧。哎呦！哎，回来！你还是赢的。你还是个老师，你还是个老师，像话吗？他选我，哎，终于有人选我，开心。客群，你还是个那个，对，客群怎么就让座了呢？直接就来看看好不好？到底橘子能不能赢过我们的吴客群？请举牌投票喽！哎呦，我很接近哦，对嘛？2、4、6、7，哎呀，8-7耶，输的光荣的嘛啊！对了，差一点点而已，淘汰淘汰区，淘汰区。最后肯定有那 surprise， 压最像，最像，没错，搞不好小猪真的来，哎呦，刚好在宣传 ，Oh my god， 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，疯狂世界，对，7月29、30号吗？你都知道啊！来看一下，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罗志祥来了。角这种东西，注意45度角，而且我一讲你就马上知道这个人是谁。怎么了？错阿嘎。左营罗志祥。是。你好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长得像罗志祥的？国中的时候。哇，那就真的像。那你现在年纪多大呢？算21吧。
好年轻哦。所以你这段期间，你长大，你都没有变得不像吗？还是你有更像？就可能越黑越像。哎呦，越黑越像。哎呦，哦，那一定很像。那你自己觉得自己最像的是哪一个地方？最像的眼睛吧，双眼很深，还有卧蚕，有卧蚕。好，那就直接看一下，直接看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小猪罗志祥。干嘛一直瞪大眼睛这样？什么态度？他太瘦了，太瘦，我觉得很可爱。太瘦，你很可爱啊！他几公斤？吃不胖。你几公斤？56吧，56。好瘦，太瘦了。你的卧蚕是打的吗？还是天生？揉眼睛揉出来的。好，真的假的？那你会看到任何人都45度角吗？教官好。不会不会不会。而且他眼睛好无辜哦，对啊，对，还蛮得人疼的。你有没有因为像罗志祥反而有一些缺点，反而被人家攻击？缺点就是翘课的时候老师会发现。小猪，你不要再翘课啦！来，直接有才华。你有表演吗？穿唱出来应该就是要表演了啦。对，是小猪。你要表演什么？精武门。精武门，来，欢迎罗志祥，小猪。在这个舞蹈当中，很柔弱，很像，这个移动中啊，看起来蛮像。对啊，谢谢。好 ，OK。没办呢，准备要 ready 了吗？妈妈们，选班长的时刻到了。准备了啊！到底罗志祥能不能赢过吴克群？请举牌。有啊，所以今天冠军。是谁？冠军？是谁？哎，你搞一点。不行，这样我们。在网络上会被刁。对啊，我们能不能请仔仔回来？我很想请赵又廷回来。赵又廷回来，赵又廷回来真的很像哎。不讲真心话，如果时间能重来，你觉得谁是今天的冠军？赵又廷啊，赵又廷啊。昆宾宝不，赵又廷来到我们前面当中，来来来。请坐到中央。还要拿着他的小讲座。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来来，对对对对。真的很像。对啊，坐这边多好。哎，好厉害！我的鼻子也好坐。哎，我的鼻子也好。Hello， 哎，这边不是在坐台的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今天既然大家有共同的想法，我们就颁给赵又廷。对。好，恭喜获得第一届山寨版男神总冠军。来，像。恭喜恭喜。谢谢各位评审，谢谢。你要认真一点啊！真心的哭，哭大谢谢。帮你打哭好了，要投票投进。谢谢各位评审爱戴。不好意思，还谢谢你的兄弟罗志祥。谢谢罗志祥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好了，看不下去了。好了啦，真的谢谢我们的山寨版明星们，真的是很可爱，好不好？也谢谢吴克群，没关系，就椅子送你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所有来宾。再次谢谢。